到了，到了。台东的火车站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你想象的会是什么？旧旧就是旧旧的啊，就很像那种访寮的感觉哦。如果你想要问说为什么我们分辨出它是不是原住民，是一个眼神就知道，一个气息。因为你看一下，你看是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或是他跟你对眼就懂了，你就懂了。我们刚刚飙车半小时，分钟的车程，加多少？20分吧。对。一共80。我们现在在那个哪里？绿色隧道，五岭的。对，台东五岭。然后我们就是转过去的时候，后面有人在拍我。绿色的，看到吗？看到了。哎，你对焦对的好厉害哦！他骑走了。拍完了吧？对。应该有这种对焦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下一个地方，我们要去立即二地，就回程了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去那个大池，什么大波池，大波池跟金刚大道。然后我们忘了带那个，那就金刚大道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法拍那个两人。对，明天再拍。拜拜。拜拜。很乱吗？就是这个游戏有，我们今天第一来到那个东西，又回到又回到哦。我们今天就是一直走山，我们今天是一个主要大脚步，就像什么哇哦哇哦绑架，就是他们主持人开的。整个环境都很好，很漂亮。它好像是很多货柜，然后还有对，它外面很多货柜。等下可以让我大家去拍一下。嗯，我们这边停点，所以我们刚刚要赶紧一点。那什么时候？对啊。现在点餐，这是喝的，然后你要去点那个蛋糕。哦，它不是有什么 cupcake， 哦，就是那个蛋糕。看一下，好喝哦！我们的甜点来了，然后往上转的巧克力、香蕉、巧克力，然后这个是柠檬，然后加什么？感觉很好吃的，对啊，就是有点酸酸的，然后这是。手工司康，我不知道司康是什么意思。我知道司康，就是那个啊，是它的名字。哦、oh, ，OK。然后里面加咖啡。冰拿铁。嗯。好好喝。浓茶的。哈哈小姐，我利用你来这边的吗？很美啊。Okay, so we're going to nest up. What's over nest? 甜花唇。Okay, let's go. 记得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用餐完，然后要把餐具。拿到一楼回收。对，要记得要给它收一下，这是一楼的样子。我们刚在楼上。对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三楼。哇。好漂亮哦，然后去哪
办法进去。它就是蛮小间的东西。看看就好，看看就好。这个厕所跟我今天穿的很搭。哇哦！这是什么市集吗？对，找一下有没有小米酒。他应该是在涂。还有只有 Mr. Cow 哎，啊，口袋耶。铁花村，我们到了铁花村，而且是很意外的到。我们想说要把这个到铁花村，结果就到了。就是很多的灯，然后这边其实都会摆很多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，我反而是后面。然后这边都会请一些台湾的一些来唱。Let's keep moving。 哎，为你而开，小心哦。哎，你的本子可以看看吗？去，我帮你录。现在是有那个印章可以盖的。对啊，然后他要把它盖在他的小本子上面，这是他人生的小屋子。都是没有人是局外人，就是哦，那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啊，在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很会很会。OK， 好了，早知道我就带我的那个2018。我来到一个很酷的店，他是帮忙做这个手绘的，然后呢？现在呢 ，Lily 将要试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要看老板娘随意的挑选。Let's go。然后颜料上去之后啊，最少40分钟，反正就是40分钟到1个小时这段时间，我尽量不要碰到它。光啊，你的皮肤超好的，所以我一直从那里拍你，就是你完全没痘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背光背光。OK， 所以他的左边一只手是废掉的。对 ，OK， 好。其实我发现被拍的人还蛮尴尬的。对。你看刚已经在唱歌，好像我在换装。Did you see me？
巴打翻。那我们现在去借那个抹布，因为我们有点不敢去借，因为很怕说房间不能吃东西。他直接进你啊，他直接进你。在那边录锁匙，现在是第二天，准备中。